川航的三两洞飞往乌鲁木齐，搭载人数120人，飞行里程2200公里，飞行时间3小时10分。现在进入起飞跑道，三两洞助跑1300到1600米。来，咱听一下发动机的轰鸣声，准备助跑加速。助跑到起飞的速度能达到290码到300码。来，持续的给油加速。来，35度角拉杆抬轮，收回起落架。南航的三两洞飞往北京大兴机场，飞行里程1700公里，飞行时间2小时30分，搭载人数120人，三两洞进入主跑道。现在准备加速。马上就要拉杆抬轮，南航三两洞，再见，收回起落架。